虫鱼节录，作者尹士林。如果天上没有鸟儿飞翔，如果地上没有花儿吐芳，如果水中没有鱼儿游泳，如果林中没有虫儿鸣唱，啊，那人类的生活将不可想象。我们有无边草地、平原、万千小河、大江、崇峻高山、野岭，辽阔天空，海洋。我们有头顶银辉的雪山，身披绿袄的水乡，终年冰封的北国，四季常绿的南疆。啊，生物资源，多种优越的气象，提供不尽的财富，孕育无穷的宝藏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快献出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的环境生机一片，蓬蓬勃勃，星星